就是这有点延续上一次在讲的东西，就是我一样在这两月，就是在想说，在做这个类似读书会的东西，在想办法把那 m《m a t e t a x i 它里面在传的那个封包给把它拆开来看，然后发现福祥在先前有已经跟一些就是新鲜的干，就是很辛苦的实习生们一起在做这件事情，对，所以就是我们就有在。 呃，简单再快速过一遍，然后看一下说现场有没有再碰可能那个网络、就是，就是这算什么？有在碰网络通讯的伙伴，就是可以一起来看一下。但总之就是再次快速的 recap，就是 Mistakey 他就是会把这些呃他发出去的，他透过他的那个节点发出去的那个封包，他会呃。 就是接收端，它接收到之后会去看有没有重复的部分嘛，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类似像 TCP，它每个封封包前面会有一个 header，对表头，然后那表头里面会有一些独特的号码，那其实那个 MSTP 它也有类似的机制，所以待会福祥会再说明这一部分。那一样，它会呃重新广播，那它也有一个就是转传的一个限制这样子，那。 它其实有四层的，就是概念层啊，但是应该待会福祥不会讲到这一部分，对，都、就是简就只会简单拆一下，就是风暴那时候福祥有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最近是打算说，可能把风暴拆一拆之后，就看先前那个风暴它是不是真的，如果有那个 AES 二五六加密的话，它是不是真的有加密的效果，对，但那可能是下一次的事情啊。 那我们今天就把我们要做的事情拆的简单一点，我看一下，刚才是这一份吗？好，来吧，那个麦克风可以借用。好，就 Hi，我是傅强。那 <Okay. S 2> 那基本上就好，快速讲一下我们大概做过什么东西。简单讲就是，我们那时候在外卖下去之后，我们想知道它的实际传出风暴跟实际它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所以呢就做了一堆东西。哎，这样。 在下面，好，在下面。对，那简单讲就是，我们使用了 SDR 天线的这个频谱分析，然后搭配了一些工具，然后把直接把资料拆出来，然后看它真的传了什么东。哦，哦我们有八分钟，我们慢慢、哦、我们我们可以把啊，哦、我们把我们讲只只有五分钟，对对对还五分钟，好好好,好，那我们就可以慢慢讲。反正简单 SDR 天线，它就是，嗯、那它可以把那个收到的无线电波的讯号，把它扫进电脑里面。概念简单来说是这样子。对，那理论上就是它是。 的确是封包，然后外面再会包一层，它自己的压缩，呃，呃，压缩加密，然后再再在后面包一层，变成实际上 LORA 封包。那因为 l o 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格式，那简单讲就是你要处理到，我是我是软件工程师，但我们要实际上处理处理到数位讯号，所以我们要做了一堆。 就是讯号处理跟的东西，反正简单讲，比对比转成讯，还、欸、没错，数位。那所以我们就接着频谱频谱分析仪，然后实际上去录那个风包，然后看我们录到的风包就跟我们传输出来的东西去比较。那原本我们一开始目的很简单，只是要去做我们实际上我想算我两侧它的实际频宽跟实际传传输传输速率，但谁知道就是越做越多。对，那你要介绍一下 GNU <那> Radio。那 GNU Radio 当然就是一套就是开源的,的无线电的处理工具了。对，那。 好，可能今天讲不完。简单讲，它只有几个东西，就是 preamble 就是它的头，然后呃呃，LoRa 格式的话，就是有一个 preamble，一个有一个,个 destination source，然后 ID，还有自己的 flag，跟一些 channel hash 的东西。简单讲它，它这些东西包出来变成一个 header。然后我们也发现在 m e s i a g e 的版本不同，那时候我们的这个已经有一段时间，所以那时候二点一跟二点二点一之前，其实东西会不一样。 那我们做 matrix，它其实很很纯粹的，就是 Lora 呃 layer 零跟 layer 一的无线电，所以它其实没有什么 when，它没有也它不会像有它没有 max 没有东西，它真的是无线电讯号，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会它做一些功能跟做的一些它自己的呃不管是机制还有它好评的东西，对，那实际上画出来的话，等我一、哦、对，中这这中间就是一些简单的东西，我们再去计算跟它的好表，然后我们这。 然后为了去为了去验证我们传出来的东西是每次是重复呃去可以重复被验证的，然后我们去后呃后面有去做 code review 去把一些 AES 啊把一些加密的东西加加密跟压缩的东西关掉，不然这样子来确保我每次传出来的东西我可以做重复的验证。然后所以这不是另外一部分，我们可能之后会做的是，虽然我们号称没，所以号称有加密，但我们不知道实际上是么怎么加密跟怎么加密。那就是他号称有加密，但没人去 review 这件事情。对，那这可能会需要一些自然，如果有对自然有兴趣的人，欢迎跳进来这样子。 然后，对，那简单来讲，实际上印出来就是哦，我们中间后面就是 payload 那一样就是把当我们使用 Google g o a g l e t e 把这个资金捞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封包标头，然后应该在下面一点点。 那边那张图不见，了，<Okay, S 1> 好，他没有，应该忘，哦，在这里，哦、對,对对对对，對對對简单讲就是 match，因为看到 match 的一个 M，它其实就是这是 Lora 特别的传输格式，简单讲就这这个就是我们的频谱分析看到，它在 Lora 在传输的时候就在九二三点八七五那边，你就會看到每个斜线，然后它就是把这个转换成它的 b i t e 然后我们甚至发现说有一些的呃他们的风呃就是整个风暴就画出画出来，然后甚至发现它的就是说官方写的一些文件上其实还有写错东西，对，好，那这个就是整个。嗯 整体 matchers 基本封包的封封装状态，对。你说这是说压缩前还是压缩后？哦，没有，这、就是、就是整个那压缩是后来就 payload 的话，那边会再做另外的压缩。对，那简单讲，我们用这个，然后我们去做一个简单的，就是说封高 package 第一个 package 封包收到跟第二个 package 封包中间这段时间，我就知道这单位时间内的我们的传输量，那我们就可以去做两侧的那时候做应该说实际频宽跟实际上它可用的频宽是多少。 对，那那基本上就在验证一件事情，是它到底可以传多少资料。那我们后来现在跟 Park 来做一件事是，好，我们现在知道封包格式，我们知道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来去验证它，所以它的压缩、它的加密跟它直接中间传输的东西，是不是有可能被换掉，有没有有其他风险，有可能被，因为它就是开始进入到通讯的领域。然后之前谈，呃，就是说我们在自然领域上常讨论到各种风络这些，它其实可能都有。对，那这个大概就是接下来可能会想做的事情。对。对这样子。 对，如果对那个通讯或无线电相关有兴趣的话，就可以来玩一下。我们就是想要知道说，到底这个东西它的可靠性呢、啊？还有说，就是传，就是它如果真的被必须只剩下最后唯一的一个通讯手段的时候，它是不是足够可靠？最近就在在摸这件事情。对，所以你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好，就这样了。我们应该还有点时间，好，我们还有一分钟。好，好，就这样。 好，OK，谢谢大家。好,謝謝好。Why would I use that？<是>好，<laughs> 我们的短讲就到这边结束。